应国内产业申请，商务部依法于2024年6月17日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。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反倾销条例，经初步调查确定倾销成立且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，可以自出台后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。调查结束后，商务部将作出仲裁决定，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可以征收反倾销税。